如果同一個健全人士一起的話，咁其實可能個眼光都可能又係有啲俾人遺忘嘅奇怪，都會有呢個情況。即係講到尾，最緊要都係有感覺啫。一次羽毛球的聚會底下，跟住認識咗佢。佢撩我個朋友，即係都係。講清楚先。佢私底下 WhatsApp 我咯。咁係咪好快就拍拖嚟？係啊，十日咯。十日到咯。因為我個人比較直接，我就將擁有會顧及到嗰啲問題全部一推曬出嚟。問清楚，咁你覺得咁樣 OK 嘅，大家又覺得咁樣 OK 嘅，咁可以試下一齊行落去咁樣咯。你嗰陣時有啲咩顧忌嘅問題？會唔會覺得咁樣，我哋咁樣行出去，俾人覺得好似異類咁樣望住啊，咁樣嗰啲感覺啦？嗰時都有諗過，如果本身自己一個都會有其他嘅眼光，咁兩個咁更加會吸引眼睛啦。不過後屘諗諗下，唔係好大一個問題啦。Tim 同 Cindy 相识咗十日就拍拖，四年后结婚。婚后 Tim 喺体育路上全力冲刺，争取残奥出赛资格。两个人聚少离多，小别胜新婚。而 Cindy 好支持老公嘅决定，难得有呢个资历咁实力，点解唔去试一试啊？系啊，其实一至六都有训练嘅，每日就有三個鐘頭喺羽毛球場上邊啦，咁下晝就有其他訓練啦，包括體能訓練啊、帶氧跑步啊等等嘅訓練啦。咁大約一個星期就大約26個鐘頭嘅訓練啦。每日訓練完之後，亦都會需要去做治療啊，去做一啲放鬆嘅肌肉啊。因為相對地，我哋每日做咗5個鐘頭運動之後，咁其實嗰啲肌肉都緊曬，咁都需要做治療放鬆啊等等。由朝早10點鐘到夜晚6點鐘，我基本上都係喺訓練嘅計劃入邊嘅，咁到夜晚是時候先 free 翻出嚟嘅。2018年，去泰國國際比賽，我從來都冇去過去啲國際比賽。啱啱咧就開暑假咧，老闆就有得幫手頂下咧，咁我就可以飛去幾日啦，睇佢比賽。嗰次個經歷好難忘，可以親身去睇，嗰種感覺係好唔同嘅咯。嗰次比賽咁由4強打到入決賽，跟住之後其實都已經覺得好難得。到決賽嘅時候，咁對面嗰個係世界冠軍嚟，世界第一嘅，佢係有大半年時間未輸過任何比賽嘅，咁即係都預咗一個係打得幾多得幾多嘅心態去。Cindy 喺度啦，又香港隊，我哋又多人出發啦嗰次，咁即係現場嘅氣氛，即係我好似我有半個主場喺度咁樣啦，咁所以就導致到個都冇諗咁多啦，同佢死過啦。嗰時真係冇諗過，原來係嗰一次會贏到佢嘅。哇！呢個一生人一次嘅機會，係唔係人人都有呢個機會？